十点几分的车呀？十点二十啊，有个稍微看票一来回车买个稍微早一点。十点十分的话走不完。三百米处没有闯红灯拍照。娃明天还上学，上我们就直接过去就行。你上那等着干啥？让他前方红绿灯让我爸洗漱睡觉的时候，所有车道都可动行。九点多，吃完饭了就直接过去。三百米处有限速提示拍照，直行通过当前红绿灯。绿灯通过，当前建议车速55到75。请保持主路直行，上坡，走左侧三车道。建议车速55到75，前方有限速60标牌。别抓抓的啊，小妹妹睡觉。请保持当前道路直行。前方路口直行，走右侧两车道。李天行啊，怎么跟你说的？妹妹睡觉呢啊，妹妹睡觉呢，妹妹睡觉呢啊。460米后，红绿灯直行，走右侧两车道。